孩子们，把这个字念给我听。尤其的尤。对，尤其的尤，尤就是特殊或突出的意思。用尤字做声音符号再造的字，上节课我们学了一部分。现在呢，我们继续往下学。你们看，这个人遇到了一件特殊的、为难的事，不知道该如何的处理，心里非常犯愁。犯愁就是人们常说的忧愁、忧虑，因为忧虑是一种心理状态，所以用竖心做旁表意，右旁再用尤字表示特殊，并兼表读音。这就是忧虑的忧，要读一声，忧，忧，就是发愁的意思，比如忧愁、忧伤、忧心忡忡等等。忧，e o u，竖心旁忧，忧虑的忧。忧虑的忧。心里发愁，必然拿不定主意，也就是说犹豫不决。老爷爷，什么叫犹豫呀？这样吧，我们来看看这只狗。这只狗面对眼前的景象，判断不出是什么情势，表现得有些焦躁，也有些忧虑，不知道该如何是好，这就叫做犹豫。因为狗的疑心比较大，所以用犬犹作旁表意，再用犹字表示特殊现象。并兼表读音，这就是犹豫的犹，也读二声，犹。不过这个字主要是用来表示人的心态的，前者我们学过犹豫的豫，这位书生就是犹豫不定的样子。犹豫的意思就是迟疑不决，比如犹疑、犹豫不决等等。犹，犬字旁犹，犹豫的犹。有，你们注意过没有？人的腿有了毛病，走起路来就会很别扭。你看这个人，不仅走路一瘸一拐，手和腿还不断的互相磕碰，是手腿干扰了整个身体的协调，所以用提手作旁表意，再用犹字表示手腿的特殊，这就是。干扰的扰字，要读三声，扰。不过要说明白，这个扰字并不是指残疾的人，而是用来表示社会生活中一方对另一方的干扰。看这个男孩有多么调皮，人家这个女孩专心致志地在学习，他却屡次的干扰。扰的意思。就是打搅，比如打扰、骚扰、扰乱等等，扰、扰、扰，干扰的扰。扰，干扰的扰。哎，你们看电视剧见过许多骑马的镜头吧？假如一个小孩想骑马，马非常高大，他该怎么上马呢？让一个大人把他抱上马呗。假如周围没有大人呢？那他就把马牵到台阶旁边，人站在台阶上就能跨上马背了。对，好聪明的孩子，这种办法叫做靠近高处就坡上马。这是个什么字？这个字念京，北京京都京楼的京。对，因为京楼很高，所以把它用在这里表示高处。右旁再用犹字表示欲骑高头大马，两腿就要弯曲。人要想登上高处，就得上台阶、爬坡，两腿也得弯曲。哎，说得对，这就是就坡上马的就字。就的意思就是凑近、靠近，比如就地、就近、就着灯光看书等等。不过要注意。这个字用在就近、就习、就坐时是动词，
同时它还是介词、副词，也是连词。这些今天不讲，你们在以后的实用中会慢慢明白的。舅，鸡又舅，舅坡上马的舅，舅，舅坡上马的舅。孩子们，把这个字读出来。大，大小的大。哎，对，人伸开四肢，头朝上就是个大字。如果头朝下伸开四肢，会是什么样子呢？咱们来看一段杂技表演。杂技演员凭借高超的演技，可以在立杆上表演各种高难度的技巧。你们看，这两位演员头朝下挂在立杆上，一个人的正常姿态应该是头朝上，他却头朝下，方向正好相反，这叫做逆向。人倒过来了，我们就把表示人的大字也倒过来，这就形成了一个造字的符号。哦，哎，那它有读音吗？它的读音是逆，呢意逆，造字符号逆。逆。后来人们在逆字下面加上了走之旁，表示人的逆向行走。你们看，这几位老人为了锻炼身体，正在倒着行走，这叫做倒行。有一句成语倒行逆施，不过可不是指这几位老人，而是表示违反道德、违反法律、违反大众愿望的不良行为的。逆指方向相反，比如逆流、逆境等等。逆，呢意逆，倒行逆施的逆。逆，用不带走之旁的逆做声音符号再造的字都有相反的意思，比如古代人观察天象，见月亮从东方升起，随着云层划过天空，再落向西方，便感到是月亮运行到了大地的下端，与挂在当空的圆月相比，就好像把月亮倒过来一样，于是便把这一天称作朔日。用表示倒过来的逆字与月字组合，就是朔日的朔。朔日就是农历每月的初一，那一天月亮是这样的。朔，是卧朔，朔日的朔。朔，朔日的朔。老爷爷，哪天月亮最圆呢？啊，每个月的农历十五月亮最圆。老爷爷，月亮最圆的那一天古代人叫做什么呢？那一天古代人叫做望日。你们看，这个时候的月亮又圆又亮，人们都喜欢登高望月，所以叫做望日。这就是最早的，也就是甲骨文的望字。下面是个人字，上面是人的眼睛，表示他正在抬头看天。这是中鼎文的望字，左边仍然是人和眼睛，右边又添了一个月亮。随着汉字的演变，小篆的望字是这样的：左上是眼睛，右上是月亮，下面是登在高台上的人。随后汉字楷化，就在小篆的基础上把望字写成这样，下面变成了国王的王字。在这里它并不表示国王，还是表示站在高处瞭望，不过望、王同音，所以它倒有表示读音的作用。老爷爷，怎么这么多望字呢？这是望字的古今演变过程。望就是向远处看的意思，比如瞭望、西望、望远镜等等。望，乌昂望，西望、瞭望，望日的望。望，
往日的望。我曾给你们讲过，江河里的水都是由发源地流向四面八方的，按照水的流向行船叫做顺水推舟。如果反过来朝着江河发源地的方向行船，就叫做溯水而上，也就是平常说的逆水行舟。因为是在水中行舟，所以用三点水做旁表意，又因朔有倒过来的意思，所以与朔字组合就是溯水而上的溯字。溯就是逆着水流的方向行走，比如追溯、推本溯源等等。溯，思物溯，溯水而上的溯。溯，溯水而上的溯。这是个什么字啊？朔，朔日的朔。这个朔字是月令的形状倒过来的意思，下面还用朔来组合新字。你们见过素泥人吗？没有。看，塑造泥人要有模子。前者学模子时，你们见到的是打月饼的模子，今天的模子是要塑造泥人。你们注意，模子里的凹凸起伏与塑造出的泥人正好相反。也就是说，在模子里凹进去的部分，在塑造出的泥人身上恰好是突出的部分，所以用朔字表示。而且素朔读音相近，它还有表示读音的作用。又因塑造泥人的原料是泥土，所以下面用土字表示，这就是塑造的塑字，读四声，塑。塑的意思就是用泥土等做成人的形象，比如塑像、泥塑、雕塑等等。下面我们再来看看这里有些什么。这是水桶。这水桶是用什么做的？塑料，塑料桶。对。这个呢？塑料盆、塑料杯子、塑料袋。塑料的塑也是这个字。发明塑料是近代工业一项很重要的成就，它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多的方便，不过也对环境造成了污染。你们以后用把塑料袋可不要乱扔啊。记住了。塑，思物塑，塑造的塑。塑。下面我们再来看看这个人在做什么。原来他正在攀登悬崖绝壁，可没有料到突然一脚踩空，摔到了悬崖下。哎呀，老爷爷，他是不是摔死了？没有，他只是一时昏厥过去，也就是说闭住气了。我曾给你们讲过，这个欠字是一个人张嘴喘气打哈欠的形象，在这里用它表示人的呼吸。再用逆字表示呼吸受到阻塞，又因它是从悬崖绝壁上摔下来的，所以用敞字头表示，这就是昏厥的厥字，读二声厥。厥就是呼吸不畅而昏迷的意思，也叫休克，比如昏厥、痰厥等等。老爷爷，那个人后来怎么样了？后来他躺了一会儿，就渐渐地醒过来，没事了。哎呀，吓得我都快昏厥了。厥，积厥厥，昏厥的厥。厥，昏厥的厥。厥，还能用来组合新字。下面我们再来看看这条狗。你看它有多么的凶猛，多么放肆，这叫做猖獗。因为是狗，所以用犬游做旁表意，再用獗字表示读音，就是
猖獗的獗。不过猖獗这个词并不是专指狗的放肆，也用来表示人或某些实体的极端行为。獗，犬由旁獗，猖獗的獗。獗。你说这根拴绳子的木头叫什么？叫木桩。对，也叫木獗。用木字与獗字组合，就是木獗的獗。獗，木獗的獗。你们看，这位农夫正在用镢头刨地。镢头是农具，因为是用铁打制的，所以用金字做旁表意，再用镢字表示读音，就是镢头的镢。镢，金字旁镢，镢头的镢。镢。下面我们再来看看这位古代将军折箭发誓，违背誓言如同此箭。把一支完好的箭折成两截叫做撅，因为撅要用手，所以用提手做旁，再用撅字表音，就是撅舌的撅。记住要读一声撅，提手旁撅，撅断的撅。撅，撅断的撅。孩子们，你们知道什么叫天灵盖吗？没听说过。啊，我告诉你们，这儿就叫天灵盖。哦，原来天灵盖就是头顶啊。哎，老爷爷，头顶为什么要叫天灵盖呢？因为头顶上面是蓝天，古人用大字表示人，上面再加一横表示头顶上边的天，这就是蓝天的天字，读一声天。天就是指地面以上的高空，比如天空、天色、天地之间等等。古人认为天上与人间一样，也有男女老少、君臣父子，不过天是主宰大地的。天上的皇帝叫做天帝，也就是玉皇大帝，人间的皇帝称作天子，意思是天帝的儿子，都是这个天字。天，特一安天，蓝天的天。天，用天字做声音符号再造的字，有的读天，有的与天的读音相近。老爷爷，这是个什么东西？啊，这是一颗人的心脏。俗话说，心比天高。即便是面对蓝天，人的欲望仍然无法满足。既然是心，是欲望，所以要用心字表示。不过要略作变形，变成这样。上面再用天字表示读音。这个字还念天吗？哎，要读三声，舔，意思是不满足。舔，特意俺舔。舔，用舔字做声音符号再造的字都读舔，并兼有不足不够的意思。比如熬稀饭的时候，有时不仅熬不成稀饭，还会糊锅，原因就是水放少了，也就是说水量不足。这时往粥锅里再添加适量的水，还能补救。我们生活的大地上所以有生命，是因为有阳光、空气和水。古人对空气认识不足，至于太阳是在天上，用天字就包括了。那么大地上水量不足怎么办？上天就给你下雨，就给你添加水量，所以用三点水和舔字组合，就是添加的添。添就是增加的意思，
比如添砖加瓦、添油加醋等等。添，特意安添，三点水添，添加的添。添。很多动物在吃东西的时候会用舌头不停地舔食物，说明它还没有吃够，还想吃。既要舔，就得用舌头，所以用舌头的舌字表意，再用舔字表示读音，就是舔食的舔。读三声，舔。舔的意思就是用舌头接触或取得东西，比如舔盘子、舔伤口等等。舔，特意安舔，舔食的舔。舔，舔食的舔。孩子们，吃东西的时候不嚼就咽下去叫什么？不嚼就咽下去。嗯。哦，叫吞下去。哎，对，你们看。这条大蛇把一条小蛇含在嘴里，就像刚才说的不嚼就咽下去，这就叫吞食。吞食好像嘴大如天，所以用天字和口字组合，就是吞咽的吞字。吞的意思就是不经过咀嚼整个咽到肚子里去了，比如囫囵吞枣、狼吞虎咽等等。哦，哎，老爷爷，电视里说吃东西要细嚼慢咽，身体啊才能健康。哎，老爷爷，我怎么就吞不下药片儿？那是方法不对头，不过把药片碾碎捏着鼻子就可以吞咽下去了。吞，吞吞，吞咽的吞，吞，吞咽的吞。孩子们，这个大字表示什么？表示人。上面再加一横呢？表示头上有天。啊，把它读出来。天，蓝天的天。对，蓝天的天，用天字做声音符号再造的字，上次没有学完，现在继续往下学。以前我跟你们讲过养蚕，你们说说人为什么要养蚕呢？蚕可以吐丝，还可以做绸缎衣服。哎，还可以啊，做纱巾。哎，对，看，蚕是一种人们十分喜欢的昆虫，它吐出来的丝给人们带来了无限的温馨。远在1000多年以前，我国就开辟了通往西方的丝绸之路，随之还在海上开辟了丝绸航道，不仅为我国创造了巨大财富，还传播了中华文明。因此古人以为蚕是上天赐给人类的宝贝，所以用天字表示。但毕竟它是昆虫，所以与虫字组合，而且天、蚕韵母相近，所以天还有表示读音的作用，这就是养蚕的蚕，读二声，蚕，比如桑蚕、坐蚕、蚕茧等等，蚕，吃俺蚕，养蚕的蚕，蚕，养蚕的蚕。下面我来给你们讲一个故事啊，古代有个神话传说。说天曾经被人捅塌了一脚。哎呀，谁有这么大的力气？快给我们讲讲。哎，就是嘛，老爷爷，快给我们讲讲吧。好。传说在远古时代，有一座很高很高的大山，叫做不周山。也不知为什么，得罪了一个名叫共工氏的人。那共工氏一怒之下用头撞击不周山，结果呢，天塌西北，地陷东南，
世界上所有的东西全都被毁灭了，变成了一无所有。把天字右下角的一撇变成一竖弯钩，表示天塌了一角，这就是一无所有的无，读二声无。无就是没有的意思，比如无数、无害、无边无际等等。无，一无所有的无。无，一无所有的无。用无字做声音符号再造的字与无的读音相近。你们看，这片土地没有被耕耘，也没有播种，所以就没有庄稼，这叫做荒芜。因为荒废的土地上杂草丛生，所以用草字头表意，再用无字表示读音，就是荒芜的芜，也读二声芜。芜的意思就是长满杂草，比如无城无地等等。无，草字头无，荒芜的芜。无，荒芜的芜。有些孩子失去父母之后成了孤儿，他们无人照料，富有同情心的人们便会用自己的爱心抚慰他们。你们看，这位好心的中年妇女一边用手轻轻地抚摸着孤儿，一边问寒问暖，安慰着这个急需母爱的孩子，这叫做抚慰。如果再供孩子吃穿上学，那就是抚养抚育了。因为是用手抚摸，所以用提手做旁表意，又因抚无韵母相同，所以用无表示读音，这就是抚慰的抚。读三声抚。抚的意思就是用手轻轻地按着，比如抚摸抚育等等。哎，老爷爷，让那个孤儿到我们家住吧。我爸我妈肯定愿意。那你的意思呢？我当然愿意了。哎，抚，佛无抚，抚慰的抚。抚，抚慰的抚。孩子们，你们看，这两扇大门关闭着，横在中间的那根木杠叫做门栓。用双手拿开门栓，把门扇拉开，大门就被打开了。用弄字底表示双手，上面再用一字表示门栓，就是拿开门栓拉开大门的形象，这就是开门的开字。开不仅表示开门，还表示把所有关闭的东西打开，比如开幕、开荒、开口说话等等。开，科哀开，开门的开。开，开门的开。老爷爷，那关门的关怎么写呢？哎呀，刚刚把门打开就要关门呐。好吧，学习关字之前，我们先来看看通天大门。你们看，这座高插入云的大山，是我国五岳之首东岳泰山。泰山顶上的那座建筑物就是南天门。传说这是人间通往天上的大门，还说这两扇门是常年关闭着的，用天字表示高处，上面加两点儿表示两扇门，这就是关门的关。另外，我国古代战争频繁，出于军事需要，在很多要塞地方建筑了许多关口，比如嘉峪关、山海关、平型关等等，也都是这个关字。关，歌舞安关，
关口关门的关。关。学习英语要进行听力训练，学生们戴上耳机，与老师一起聆听录音。对于听力健全的人来说，不管左耳或是右耳，所听到的声音都是相同的。也就是说，两只耳朵是相互关联着的，所以用耳朵的耳字与关字组合，就是关联的连字。要读二声，连，连就是两者相关的意思，比如联合、连接、联系等等。还有联欢会、民歌大联唱。对，连，乐意安连，关联的连。连。按礼节，家里来了客人之后，主人要热情的接待，客人走的时候要送到门口，只有等客人走远之后，主人才能关门，这叫做送客。主人送客或是客人走远都要走动，所以用表示行动的走之作旁，再用关字表示主人关门，这就是送客的送字，读四声，送。送就是陪伴别人到某一地点的意思，比如送行、送别、送孩子上学等等。送，思翁送，送客的送。送。古代人死了以后，子孙们要为死者设置灵堂，进行祭奠。祭奠死者的灵堂是比较严肃的地方，一切活动都要郑重其事。还记得这个字吗？记得，这个字念奠，祭奠的奠。用奠字表示活动的仪式，再用义字的变形，也就是右耳表示地方和场所，就是郑重的郑字。后来汉字简化，把奠字中的有字省略，变成了官字，就成了简化后的郑重的郑字。郑重的意思就是审慎严肃，郑还当作地名和姓氏，比如郑州市、郑成功、郑板桥等等。郑，知郑郑，郑重其事的郑。郑。下面我们来看一看古代人的一种体育活动，他们在规定的距离内向箭壶里投掷箭矢，谁的投中率高，谁就是胜利者。因为投掷要用手，所以用提手作旁表意。又因投掷者要郑重其事，而且郑、掷声母相同，所以用郑字表示读音。这就是投掷的掷，掷就是扔、投、抛的意思，比如掷铁饼、掷手榴弹等等。掷，投掷的掷。掷，投掷的掷。孩子们，你们知道这位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人是谁吗？我知道，他是耶稣。嘿嘿，说得对。耶稣是西方一些国家宗教中所崇尚的偶像。你看，他的头歪向一边，是死去的人的形象。古人把死去叫做夭折，用大字表示人，上面加一撇，表示倾斜、倾倒和死亡。这就是夭折的夭，要读一声夭。夭是指未成年人死去或非同寻常的意思，比如夭亡、半路夭折等等。夭，一凹夭，夭折的夭。夭。用夭字做声音符号再造的字，有的读夭，有的与夭的读音相近。过去迷信的人说，未成年的女子因冤屈而死亡，她的鬼魂会变成妖怪，然后到人间闹事，常常弄得鸡犬不宁。
因为妖怪是女子所变，所以用女字作旁表意，再用妖字表示读音，就是妖怪的妖。妖就是指异于常态、不同寻常的东西，比如妖魔鬼怪、妖娆等等。妖，妖妖，妖怪的妖。妖。民间有种祭祀仪式，就是戴上鬼脸面具，在锣鼓声中跳跃。据说这种仪式既能驱魔辟邪，又能给人们带来好运。因为跳跃要用脚，所以用足字作旁表意，再用腰字表示读音，就是跳跃的跃。哎，老爷爷，用腰字表示读音的字应该读腰呀，为什么读跃呢？问得好。各地的方言不同，所以对同一个字有不同的读音，为了推广普通话，把读音统一起来，所以读跃。哦，明白了。跃，跳跃的跃。跃。孩子们，你们知道为什么有的衣服叫做袄呢？不知道。啊，因为被称为袄的衣服与单衣不同，单衣是不能称为袄的，凡是称为袄的都是挂有衬里的，比如夹袄、棉袄等等。因为是衣服，所以用衣字旁表意，又因袄腰韵母相同，所以用腰表示读音。袄、夹袄、皮袄、棉袄的袄。袄。人们把能种庄稼的土地分为两种，贫瘠和肥沃。什么叫做肥沃的土地呢？俗话说，庄稼一朵花，全凭肥当家。这片庄稼地的土壤里含有丰富的氮、磷、钾等肥料，为庄稼的生长提供了所需的营养。再加上人们不断的灌溉，水分充足，所以庄稼就像鬼使神差一样茁壮成长。左旁用三点水表示水肥充足，再与腰字组合，就是肥沃的沃，读四声沃。沃的意思就是土地水肥充足，比如沃土、沃野等等。沃，沃沃，肥沃的沃。沃。庄稼获得大丰收是一件大喜事，人们欢聚在一起，兴高采烈，眉开眼笑。虽然劳动艰苦，但却换来丰衣足食，怎不让人喜笑颜开？这还不算，粮食入仓之后，他们还要组织乐队，摇头晃脑地演奏乐曲来庆祝丰收。这就是眉开眼笑的笑字，上面的竹字头表示用竹子制成的笙管、笛箫等各种乐器，下面的腰字表示摇头晃脑，而且腰笑读音相近，所以腰还有表示读音的作用。笑的意思就是露出愉快的表情，发出欢喜的声音，比如微笑、笑脸、笑嘻嘻、开怀大笑等等。笑，嬉傲笑，欢笑的笑。笑，欢笑的笑。今天咱们在学习新字之前，看看农民是怎样闹红火的。踩高跷的人手舞足蹈，兴高采烈，做出各种各样的舞蹈姿态。他们改变了自己的形象和装束，扮演着古代的人物，这叫做乔装打扮。上面用腰字表示摇头晃脑，下面用一撇一竖表示踩着高跷，就是乔装打扮的乔。乔腰读音相近，所以腰
还有表示读音的作用。乔，七敖乔，乔装打扮的乔。乔。用乔字做声音符号再造的字，有的读乔，有的与乔的读音相近。一个人从小生活在国外，但他从未忘记自己的祖国，几十年以后他又回到自己的故乡。这些人虽然侨居国外，但都是中华民族的子孙，所以叫做华侨。左旁用单立人表意，右旁用乔字表示改变服装面貌，并兼表读音，就是华侨的侨。还有侨居、侨民等等，也都是这个侨字。侨，单立人侨，华侨的侨。侨。老爷爷，大桥的桥是哪个桥呢？人们最初是用木头建桥的，你们看，造桥的人把木头插在水中，叫做桥桩。远远望去，很像元宵节闹红火时人们踩的高跷。因为是木桥，所以用木字做旁表意，再用桥字表示读音，就是木桥的桥。桥是架在水上或空中便于通行的建筑物，比如独木桥、长江大桥、过街天桥等等。桥，木字旁桥，木桥的桥。桥。闹红火是民间的一种集体活动，有很广泛的群众性，但是有些人却认为这是一种庸俗不堪的活动。这位将军骑马走来，发现前面村口的大道旁正在闹红火，他不仅不欣赏，反而觉得低俗而不屑一顾，一副骄傲自大的派头。这就是骄傲的骄字。左旁的马字不仅表示骑马，而且表示高高在上。右旁的桥字表示读音，不过声母不同，要读骄。骄傲就是自高自大，看不起别人，比如骄兵必败、戒骄戒躁等等。骄，鸡凹骄，骄傲自大的骄。骄。人们最初发明车的时候很简陋，随着不断改进，车的形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。这是一辆独轮车，它虽然灵巧，但载货量小，因此又制造了两轮车。这是专供人们乘坐的比较豪华的轿车。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，人们又造出了卡车，款式新颖，乘坐舒适的小轿车。因为是车，所以用车字做旁表意，也因桥、轿、韵母相同，所以用桥表示读音，这就是轿车的轿，要读四声轿。过去男婚女嫁，新郎新娘都要坐花轿，也是这个轿字。轿，鸡傲轿，轿车的轿。轿。其实不光是车在发生变化，就连人也在不断的变化。人怎么变化呀？俗话说女大十八变，越变越好看。比如这个小姑娘，小时候就很招人喜欢，过了十几年之后，更是出落得眉清目秀，白皙娇美。用女字作旁表意，再用乔字表示从小到大的变化，并兼表读音，就是娇美的娇。娇就是美好可爱的意思，比如娇嫩、娇媚等等。另外娇气、撒娇、娇生惯养等等也是这个娇。娇，鸡凹娇，女字旁娇，娇美的娇。娇，娇美的娇。老夫今天给你们讲一点中国的历史知识。哦，太好了。
古代的中国是指以汉族人为主集中居住的中原地区，不包括东西南北的少数民族地区。那时候的人们不懂得民族大团结，汉族人称呼少数民族为东夷、西羌、南蛮、北胡。当时居住在中原地区以东的少数民族以狩猎为生，他们经常背着弓箭四处狩猎，十分辛苦。你说这个大字是什么形象啊？是一个大人的形象。哎，对。那么他身上背着弓该用什么字表示呢？用弓字表示。嘿嘿，又说对了。把大字拉长表示背弓箭的人，再把弓字放在大字中间表示背在身上的弓，这就是东夷的夷字，读二声，夷，东夷的夷，夷，东夷的夷。哎，用夷字做声音符号再造的字都读夷。你们现在把成年妇女都称作阿姨，阿姨这个词就跟东夷有关系。当时的汉族人称呼东部少数民族的妇女为阿姨，意思是边夷之女。既然是女子，自然要用女字做旁表意，再用夷字表示读音，就是阿姨的姨。现在阿姨已变为对成年女性的礼貌称呼，姨字也发生了变化。姨就是母亲或妻子的姊妹，比如大姨、姨妈、小姨子等等。姨，阿姨的姨。姨，阿姨的姨。哎，姨字的本意是表示我国东边的少数民族，可后来这个字又有了变化，也就是用它来表示外国或从外国进口的东西。比如过去中国没有肥皂，洗衣服都是用皂角树的果实，肥皂和香皂都是从外国传进来的，老百姓叫它姨子或香姨子，因为它主要是用动物的脂肪和碱制成的，所以用肉月做旁表示，再用姨字表示外来货物，并兼表读音，就是香姨字的姨，也读二声，姨。现在还叫香姨字的人已经不多见了，都叫香皂、药皂、肥皂了。另外，人和动物体内生有胰腺，能分泌一种胰液帮助消化，还能分泌一种叫做胰岛素的激素，也是这个胰。肉月旁胰，胰腺、胰岛素、香胰子的胰，胰，香胰子的胰。把少数民族和外国叫做胰，是歧视性的，这样很不好。时过境迁，我们早已不再这样称呼了。全国56个民族，好比是一个和睦的大家庭，每个民族都是中华民族的一员。就连世界各国人民也都应该友好相处。老爷爷说的对，我们记住了。好，下面我们再学一个字，这个字很有意思，字形与夷相似，但意义却大不相同。你们认真看一下。炎热的夏天，天气闷热，这个人伸开双臂站在电扇前吹风，立刻感到非常凉爽。用大字表示人伸开双臂，也和一字一样把它拉长，两侧各用2个叉表示风从腋下吹过，合在一起就是凉爽的爽字，读三声，爽。想想看，炎热的夏天风从腋下吹过，那会是一种什么感觉呢？感觉很舒服。哎，对，所以爽就是轻松利落的意思，比如清爽、爽快、秋高气爽等等。爽，狮王爽，
凉爽的爽，爽，凉爽的爽。宜，东宜的宜，女字旁宜，阿姨的宜，肉月旁宜，胰腺胰岛素，香胰子的胰。孩子们，你们看，沙发前的这个小茶几造型美观，光洁如镜，放在客厅里的确增色不少。但是主人却用一块台布将茶几蒙住，这就显得多余了。用机子表示茶几，再用个托宝盖表示用布蒙住，它的读音是冗，冗长的冗，冗就是多余无用的意思，也是闲散的意思，比如文辞冗长、冗员等等。冗，日冗。老爷爷，老爷爷，什么叫冗员呀？哦，比方说一个机关或是一个部门，本来有10个人就可以办事，但却有30个人，那多余的人就叫做冗员。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冗，日冗，冗，冗长的冗。冗。根据茶几被布蒙住的意思，我们可以联想到生活中很多的现象，比如这个小伙子跳入水中就沉在水下老半天不见露头。凡是人和物沉入水中，就好比茶几被布蒙住一样，所以用冗长的冗字表示。又因为是沉在水中，所以用3点水做旁表意，这就是沉入的沉字。沉，吃恩沉，沉入的沉。沉。我们再来看下一个字。地图上光点闪亮的地方是我国东北的一座大城市，辽宁省的省会沈阳。这就是沈阳的沈字。你们看，这个字的形状与刚才学过的沉入的沉字相似，其实它们原本是一个字，后来沉字专用来表示沉入水中，这个字就专用来表示地名和姓氏了。沈，施恩沈，沈阳的沈。沈，沈阳的沈。我们每天都要睡觉啊，现在睡觉用的枕头是后来逐步改进而成的。最初古人用的枕头那是用木头制作的，盛夏季节天气炎热，尤其是屋内更是闷热不堪，这位老人便在树下小憩。看，这就是刚才我说的木枕，因为是木头制作的，所以用木字做旁表意。再用沈阳的沈的右半部表示人躺在枕头上的形状，这就是木枕的枕字。枕是人躺着的时候垫在头下的东西，比如绣花枕头、枕巾、枕席等等。枕，知恩枕，枕头的枕。枕。人的精神生活要有信仰，而信仰是神圣的，来不得半点虚假。你们看，这些信仰佛教的僧人们充满热忱地朗诵经文，心里没有任何的私心杂念，就像枕着枕头睡觉那样实实在在。因为我刚才所说的热忱是一种心理状态，所以用竖心作旁表意。又因沉枕声母相近，韵母相同，所以用枕字的省略表示读音，这就是热忱的忱。忱就是真诚的意思，比如陈志、谢晨等等，
臣，吃恩臣，热忱的忱。臣。小孩子由于正处在发育时期，所以容易贪睡。你们看，起床的时间到了，闹钟的铃也响了半天了，可是这个小朋友睡眠过于深重，耳朵居然没有听到闹钟的铃声，这样就耽误了他去上学。把枕头的枕左旁的木字省略，加上耳朵的耳，就是耽，得安耽，耽误的耽，耽，耽误的耽。耽就是迟延误事的意思，比如耽搁等等。哎，老爷爷、啊、那个小朋友呀，什么时候才醒的？后来他妈妈在他屁股上打了一巴掌，他就醒了。老爷爷早。孩子们早。老爷爷，今天教我们学习什么字啊？啊，跟往常一样，学习之前先看图像。哎，每个人都是从小一点一点长大的，童年时期因为正在发育，身材还没有长高，力量也很小，随时随地都需要大人的照顾。这个人领着他的两个儿子走上山坡，要过土坎儿了，他怕孩子过不去，便把他们夹在腋下，用大字表示大人，再用两个小的人字表示两个小孩儿，这就是夹在腋下的夹字。不过这是繁体字，现在简化成这样。夹的意思是从物体的两旁钳住，或者两旁有东西限制住，比如书包里夹着一张纸，夹着书包，夹道夹板等等。夹，鸡鸭夹，夹在中间的夹。夹，夹是一声，它还有第二个读音，读二声夹。一层布的衣服叫做单衣，把两层布缝叠在一起的衣服叫做夹袄，也是这个夹字。夹，夹袄的夹。用夹字做声音符号再造的字，有的读夹，有的与夹的古音相近，因为夹要用手臂，所以在夹字的左旁加一个提手，这个字是动词，也有把人或物夹在两肋的意思。这个字也读夹吗？哎，不读夹，要读斜，二声斜，腰斜的斜。斜的意思就是倚仗势力或抓住别人的弱点，强迫别人服从，比如挟持、挟制等等。斜，西斜斜，腰斜的斜。斜，腰斜的斜。挂在这枝叶上的黑棒棒是成熟了的绿豆荚，因为豆类植物是草本植物，所以用草字头表示。又因这些绿豆或是黄豆、黑豆、扁豆都是被夹在豆荚当中的，所以用夹字表意兼表读音，这就是豆荚的荚，要读二声夹。豆荚也叫豆角，比如皂荚、槐树荚等等。荚，鸡鸭荚，豆荚的荚。荚。人的两个脸蛋儿也叫脸颊，为什么叫脸颊呢？我们一同看看脸的特征。人的嘴和鼻子长在面部的中央，被两个脸蛋儿夹在中间，所以脸蛋儿也就是人脸的两边，从眼睛到下巴的部位就叫做脸颊。你说这个叶子表示人体的哪个部位啊？表示人的脸和头。哎，说得对，用叶子表示人的头脸，再用夹子
表示人脸部的两边，并兼表读音，这就是脸颊的颊，跟豆荚的荚一样，也读二声颊，比如面颊、两颊绯红等等。叫脸颊多别扭呀！嗯，老爷爷，我不愿意叫脸颊，叫脸蛋行吗？哎呀，你可真麻烦。行啊，但是必须要认识脸颊的颊。嘿，你说呢？嗯，您说的对，我已经记住了。好，跟我念，颊。鸡牙颊，脸颊的颊，颊，脸颊的颊。两个脸蛋儿夹住鼻子叫做脸颊，如果是两座山夹住山沟，该叫什么呢？应该叫山颊。嘿嘿，不叫山颊，应该叫山峡，也叫峡谷，因为是山，所以用山字做旁表意，又因是把山沟或江河夹在中间，所以用夹字表示读音，这就是峡谷的峡，跟前面学过的两个字一样，统读二声峡。峡的意思就是两山之间夹着的水道，比如三门峡、长江三峡等等。峡，山字旁峡，峡谷的峡。峡，峡谷的峡。孩子们，这是什么字啊？家，家在中间的家。对，上次我已经讲过，家就是从物体的两旁钳住，或者两旁有东西限制住的意思。下面要说的是，一个人的心胸坦荡，互相谦让是人的美德，其他动物是无法做到这一点的。比如两只狗见到一块骨头，便会争得死去活来，互不相让，原因就是只为自己不容对方，那心眼儿就像被夹扁一样，说明他们的心胸狭窄，这就是心胸狭窄的狭字。右旁虽然是个犬由，但却用来表示人的心胸，同时也表示道路的狭窄。右旁的家与峡声母相近，韵母相同，所以用来表示读音。峡就是窄，不宽阔的意思，比如狭隘、狭长、狭路相逢等等。峡，西牙峡，狭窄的峡。峡。下面我们来看一段影视剧里常见的情节。这是一个良家妇女，因有几分姿色，被当地的一名恶霸抢在府中，因为不从恶霸的强暴，便被家奴用皮鞭抽打。幸亏府中有一个好心的仆人，听到喊声便跑来解救，恶霸的家奴被他一拳打出门去。那个恶霸好事不成，又气又恼，一怒之下便对那个妇女下了毒手。那位好心的仆人不顾个人得失，冲将进来将恶霸打翻，救起了被害的妇女。这种具有侠肝义胆的好人被称为侠客，因为是人，所以用利人做旁表意，也因家侠声母相近，韵母相同，所以用家字表示读音，这就是侠客的侠字。侠就是指在恶人面前扶弱济贫的人或行为，比如大侠、侠肝义胆等等。侠，西牙侠，立人旁侠，侠客的侠。侠。下面我们一同看看陕西省的地形图。陕西省地处我国西北地区的黄土高原，
它的东面是黄河中游，西南是秦岭山脉，陕西省正好被夹在中间。这个符号放在左边代表什么？这个符号放在左边叫左耳，是父子的变形，代表土坡山坡。哎，说得对，因为中国的地形是西高东低，陕西省所在的黄土高原正处在斜坡之上，所以用左耳表示地形，右旁再用夹字表示它夹在黄河与秦岭之间，这就是陕西省的陕字，要读三声，陕，是俺陕，陕西省的陕，陕，陕西省的陕，还有陕北、陕甘宁等等。好了，我们再看下面这个字，你说这是个什么字啊？这不是刚学过吗？陕西省的陕吗？哎，你仔细看，是陕字吗？啊、不是不是，和陕字长得差不多，可耳朵是长在右边。对，这才是陕字呢，陕字的耳朵在左边，这个字的耳朵在右边，它的读音是夹，河南省有个夹县，就是这个夹字。哎，一定要注意区别，千万不能混淆。记住了，夹，鸡鸭夹，夹县的夹。夹。哦，看呐，这小伙子在烈日之下不停地刨地，出了一身的汗，这叫做汗流浃背。因为是汗水，所以用三点水做旁表意，再用夹字表示读音，就是汗流浃背的夹。要读一声，夹，鸡鸭夹，汗流浃背的夹。夹，汗流浃背的夹。孩子们，你们知道古代军人作战的时候身上穿的衣服叫什么吗？不知道，叫盔甲吧？对，头上戴的叫盔，身上穿的叫甲，合称铠甲。现在我们就来一起看看铠甲。铠甲是用皮革和金属制成的，打起仗来可以防止刀枪的刺入，就好像某些动物的甲壳一样，把人的身体包在了中间，上面用一撇一捺表示头盔和披肩，下面的一撇一竖是披挂在人身上的甲片，合在一起就是人的身体被铠甲包在中间的形象。它的读音是戒，戒壳的戒，因为穿上铠甲以后，人的身体被包在中间，所以介子的另一个意思就是居于中间，比如介绍、介入等等。介，介介，介壳的介。介，介壳的介。哎，用介字做声音符号再造的字，有的读介，有的读甲，兼有介于中间或类似甲壳的意思。哎，你们看，这块长有稻秧的水田和地埂右边的那一块属两家人所有，如何划清两块土地的界限呢？人们就在两块田地之间堆起了一条地埂，因为是水田，所以用田字表意，再用界字表示这条地埂是被包在两块田地之间，这就是界限的界字，也读四声界。界的意思是两者相交的地方或范围，比如边界、国界、眼界等等。界，界界，界限的界。界。楼房里面都有楼梯，为的是人们上下楼方便，很多旅游景点建有数不清的台阶。你们看，这些用石头砌成的台阶一直通往高处，
台阶又是层与层之间的界限，用代表山坡的左耳表示坡度，再用介字表示一层与一层之间的相互连接，这就是台阶的阶，读一声阶。阶就是用砖石砌成的分层的东西，比如阶梯、阶层等等。阶，阶阶，台阶的阶。阶，台阶的阶。你们吃过芥末吗？吃过。吃过用芥菜疙瘩腌的咸菜吗？我妈每年都要腌一缸芥菜疙瘩。好，你们看，这就是芥菜。芥菜是草本植物，它的根茎也叫芥菜疙瘩。因为是植物，所以用草字头表意，又因芥菜疙瘩的表面有很多斑块，略似动物的鳞甲，所以用表示介壳的介字表示读音，这就是芥菜的芥，读四声芥。芥菜的种子味道辛辣，研成细末以后就叫做芥末，可以做调味品。芥末太辣了，我吃一点呀眼泪就流出来了。那还是少吃点吧。啊，芥，芥芥，草字头芥，芥菜的芥，芥，芥菜的芥。在商品交易过程中，有一种人叫做经纪人，他不买东西也不卖东西，他的职业就是在买卖双方之间进行介绍调节，使双方成交。过去把这种人称作介人，既然是人，自然要用单立人做旁表意，再用介字表示读音，就是介人的介，也读四声介。单立人旁介，介人的介，介，介人的介。买卖成交最终体现在双方都能接受的商品价格，这正是经纪人所起的作用。因此介人的介还有一个读音，读价，价的意思就是商品所值的价钱，比如价值、物价、减价等等。价，价格的价，价，价格的价。古代有钱的人喜欢佩戴各式各样的装饰品，比如玉佩、玉璜等等，其中有些装饰品是仿造低层劳动者的生活用具而制成的。你们看，这是一位古代的老渔翁，他腰间的鱼篓就是挂在这个有缺口的圆形铁环上，这种圆环类似钩子，是用来挂东西的，叫做绝环。因为它是圆形的，所以用口字表示，再将左边的一竖省略掉表示缺口，又因它是挂在人身上的，所以中间加个人字，就是绝环的绝字，读二声绝，鸡绝绝，绝环的绝，绝，绝环的绝。用绝字做声音符号再造的字，有的读绝，有的与绝的读音相近，并兼有缺口的含义。后来有钱的人见这种绝环形状奇特又大方美观，便让能工巧匠用玉石仿照绝环制成玉绝，献给皇帝佩戴。用邪王旁表示玉，再用绝字表示读音，就是玉绝的绝，邪王旁绝，玉绝的绝，绝，玉绝的绝。老爷爷，皇帝也用它挂鱼篓吗？玉绝可不是用来挂东西用的，它是显示达官贵人们的身份和富有的装饰品。也就是说，
穷人是挂不起的。对，你们经常看电视，每年到了夏天防汛时，经常可以听到决口两个字。那什么是决口呢？嘿嘿，你们看，洪水把江河堤坝冲开个大缺口，从缺口处涌泻，这就叫做决口。用三点水表示洪水，再用决字表示缺口，并兼表读音。后来在实用中又把左旁的三点水改成了两点水，这就是决口的决字。老爷爷，您刚才说把三点水改成了两点水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好啊，这个问题提得好。我曾经给你们讲过，两点水是冰块的形象，水本应是流动着的，可当温度降到摄氏零度以下时，水就会冻成冰，所以代表冰块的两点水就有特殊和极端的意思。与正常的江河水流相比，洪水是会给人们带来灾难的，所以它也是特殊的、极端的，因此用两点水表示。哦，明白了。老爷爷，快想办法把决口堵住呀！所以防汛抗洪工作十分重要，稍有疏忽便会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。指挥抗洪抢险的决策者们必须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应急方案，并要当机立断做出决定。决定、决断和决策也是这个决，决机缘决决口的决决。我们的祖先在千百年的生活实践中总结出无数的宝贵经验，并且用语言文字的形式一代一代传了下来。比如学习算术，有了口诀就能快捷的而且准确无误的做出计算。有很多口诀非常精辟，语言不多却点破要害。因为口诀是语言，所以用言字做旁表意，再用诀字表示读音，就是口诀的诀。诀，言字旁诀，口诀的诀。决，口诀的决。决就是指可以点破要害最关键部分的语言，比如诀窍、秘诀等等。爷爷，您教我们几个诀窍吧。就是就是。我的诀窍嘛，就是现在开始复习。绝，绝环的绝，斜王旁绝，玉绝的绝。两点水决，决口的决。孩子们，这是什么字？决，决环的决。决就是有缺口的东西，我们家里用的碗盘、碟勺、瓷盆、瓦罐，时间长了免不了磕磕碰碰，就会磕碰成大大小小的缺口。你们看，这只青花瓷大海碗的碗边上就被碰了个缺口。因为是瓷器，所以用代表陶瓷制品的否字来表示。又因绝、缺声母相近，韵母相同，所以用绝字进一步表意并兼表读音，这就是缺口的缺，读一声缺。缺的意思就是短少、残破，比如短缺、缺陷、残缺不全等等。老爷爷，缺点的缺也是这个字吧？对，还有缺斤短两、缺医少药等等，都是这个缺。缺，七月缺，缺口的缺。
缺。孩子们，有一个女孩特别的调皮，看是谁。啊，又是我。你已经为咱们学字立了不少的功劳了，再给你一次立功的机会嘛。老爷爷，是不是又让我买菜呀？对，还让你买菜。哎，你怎么拿起一个来又放下了？我得挑选好的呀。哎，挑选就是选择，也叫抉择。因为抉择要用手，所以用提手做旁表意，又因该选哪一个需要做出决定，所以用抉字表示读音，这就是抉择的抉。抉择这个词多是用来表示在是与非之间的抉择，比如一个人面对邪恶势力，是与之同流合污呢，还是与之抗争呢，这就需要抉择。又如一个掌握着实权的官员，面对着重金的收买，是接纳贿赂贪赃枉法呢，还是拒收贿赂秉公处事呢，这也需要抉择。抉，机缘抉，提手旁抉，抉择的抉。抉。你们看，犁铧把平整的土地犁成一道道的地沟，土地就变成了大大小小的土块。因为是土，所以用提土做旁表意，再与抉字组合，就是土块的块字，要读四声，块。块就是成疙瘩成团的东西，比如石头块、糖块、砖头瓦块等等。块，科外块，土块的块。块。人遇到有难题的时候，心里就像接了疙瘩一样，会很不痛快。一旦难题解决了，心里的疙瘩也就打开了，就会感到很痛快。哎，痛快，痛快。因为痛快是一种心情，所以用竖心做旁表意，再把土块的块左旁的提土省略，用来表示读音，这就是痛快的快字。快就是高兴，身体舒服的意思，比如快乐、快活、大快人心等等。另外快还表示速度，与慢相反，比如快速、快车等等。老爷爷，您说我们最近进步很快，也是这个快吗？是啊，还有天快黑了，快回家吧，也是这个快。快，竖心旁快，快速、快活、痛快的快。快。哎，老爷爷，我们吃饭用的筷子也是这个快吧？不对，但是它与快乐的快有直接的关系。因为早期的筷子大多是用竹子制成的，所以用竹字头表意，再用筷字表示读音，就是筷子的筷。筷就是用来夹菜夹饭或其他东西的两条棍儿，比如银筷子、乌木筷子、象牙筷子等等。还有吃涮羊肉的时候呀，夹木炭的火筷子。哎，对。筷，竹字头筷，筷子的筷。快，筷子的快。孩子们，我国古代有一种刑具叫做木枷，就是把犯人的头和双手卡在木枷内上锁，犯人的行动受到限制。木枷在很多古装电视剧里都出现过，想想看，哪部电视剧里有这样的镜头？对，我想起来了，《水浒传》里的武松就带过这种木枷。我看过苏三起义，苏三也带着木枷。宰相刘罗锅里也有木枷。对，看，戴在他身上的就是木枷。你们说，他的两只手在木枷的什么部位？
木家的前边。他的头呢？头在木家的当中。是在木家的中心，中心也叫中央，因为木家是方形的，所以用这个符号来表示。又因为木家是戴在人的身上，所以中间写个人字，这就是头在中央的形象，所以读央，中央的央。央的意思就是中心，比如水中央、中央花园等等。另外央还有哀告和恳求的意思，比如说央求、央告也是这个央字。央，一昂央，中央的央。央，用央字做声音符号再造的字，有的读央，有的读音与央相近。又因央字是表示一个人带着木家的形象，所以它还暗含着遭殃的意思。这个人身带重家，长途跋涉，还有伤痛在身，实在是受了罪，遭了殃。我曾讲过，这个歹字有不幸和死亡的意思，在这里用它表示不幸，右旁再用殃字表示读音，就是遭殃的殃。遭殃就是遇到祸害的意思，比如灾殃、祸国殃民等等。殃，一昂殃，歹字旁殃，遭殃的殃。殃，哎，种植水稻先要经过育苗，然后再把育好的幼苗插在水田里，三天之后有个倒秧期，苗叶开始枯黄，就像遭了殃一样，因此叫做插秧。左旁用禾苗的禾字表示庄稼，右旁再用秧字表示读音，就是插秧的秧。秧就是指植物的幼苗，比如秧苗、育苗等等。秧，禾字旁秧，插秧的秧。秧，倒秧期一过，枯黄的秧苗又会变绿，在阳光的照射下，水中反映出秧苗的倒影，很有一番情趣。因为是有了日光才会有倒影的反射，所以用日字作旁表示光源。又因秧、应声母相同，所以用央表示读音，这就是映射的映。映就是照射而显出的意思，比如映衬、反映、放映电影等等。映，映射的映。映，经过农民伯伯的辛勤劳动，庄稼终于长大开花秀穗了。秀穗就是从秧苗中心长出花苞，也叫花缨，果实就在花缨里面逐渐长大成熟。因为是草本植物，所以用草字头表示，也因缨、秧声母相同，所以用秧表示读音，这就是花缨的缨。缨，草字头缨，花缨的缨。鹰，花鹰的鹰。后来鹰字被引申为才能出众，比如英雄、群鹰、精英等等。英雄是什么意思呀？英雄就是为国为民英勇斗争而有功绩的人，比如岳飞、郑成功等等，就是民族英雄。我长大也要做个英雄。好，未来的英雄们，咱们开始复习了。的殃，歹字旁殃，遭殃的殃，禾字旁殃，插秧的殃，应反应的应，英花英精英英雄的英。